经理去年12月成立个人公司后，演艺活动比在 YG 时期来得更丰富，不止拍摄综艺，还推出合作曲。近日和 Zico 合作的新歌 Spot 发行，火速攻占海内外各大排行榜。Blackpink 成员们也纷纷为他宣传，甚至 Seventeen Uzi 也分享到 IG， 标记 Zico 与 Jennie， 写下这组合疯了，根本是粉丝们的心声。Jennie 也火速转发，期待 Maestro 中，同样为 Seventeen 宣传。两人的互动也让粉丝网友感到神奇，也让 Uzi 和 Jennie 私下也认识，让人想起 Lisa 和敏奎在品牌活动上的可爱互动，大家替彼此应援的样子真的很美好。